每一年呢，冬天有三个月到四个月的时间呢，每洛杉矶县政府呢，他会跟十几家的教会一同合作，每一个教会呢，他会负责两个礼拜，让一些无家可归的居民呢，能够有一个地方可以避寒冬。我们慈济医疗基金会这一次呢是负责牙科哦，刚刚来的师姐们他们是做剪头发的，很高兴他们也有这样的服务哈。我们每一年在这边也会跟着他们一起做三四个月。带医疗车把行动牙科诊疗带到加州南部的科维纳市，让牙痛三个月暴瘦11公斤的街友不再寝食难安。No more pain. I've been in pain for 3 months. I'm serious.So the doctor talked to me, I'm going to get Medi-Cal and I'll be fine. I'm going to go back to him. The same dentist that did this. 他们牙齿的情况也是很差的，因为他们也是很多年了没有检查，然后有些人也是没有牙齿了掉了，所以我们都尽量把他们洗牙，别人第一次看到的就是他的牙齿，所以没有牙齿他就觉得很难很难找工作。慈济义诊结合义检还有二手衣物鞋子工皆有试穿选取，冬季庇护所一顿饱餐，一夜好眠，一口好牙，一身清爽。这个冬，人心在这里加温。带新闻真善美志工陆淑丽、高明哲，美国报道。